四位英雄为了保护世界的和平，正在和一位可恶的坏人打斗，那位就是 Rocky。水晶球跌了出来， Rocky 被那发亮的水晶球给吸引了，拼了命抢了水晶球。这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 Rocky 和 Avenger 吸进去，仿佛带他们去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之后他们就走了。 Loki 颠倒是非，苏珊国出现了一般背叛者，想要统治整个三国，请求黄金贼与他合作保护三国，并告诉他们他手上的水晶球能统治天下。黄金贼答应了。那位鼎鼎有名的军师名为诸葛亮。